那在目前来说，大厅的各位有看到我的简报画面以及听到我的声音吗？有，很清楚哦。好，那么在这边简短的在5分钟或者是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成果，然后呢，哦，那大家那可以你看帮我到讲的话，是，帮我看一下小朋友，不要一直对，跟他们讲话。那像。其实我们今天的一个分场跟协办，不是要我一直跟他们们讲可以看话，我等一下到要说话，会被录进被去。报具，不好意思，那个然后 Violan 的声音可能要先关掉麦克风。好，好，OK 的，不好意哦思。，OK 的，没关系，free 嘛，周末大家不要太严肃。哦，那我们因为跟 Wikidata 这边其实有合作去做一个定位松，那陈如早上在。柯俊元导演的影片分享以及跟大家互动的过程中呢，我们其实希望说去，当我们过去其实有一批很珍贵的记录，那不管是柯导还是各位伙伴这边都有很多的照片，那我们希望重新赋予他们 GPS 的一个定位，能够去进行更多的一个价值应用，哦，所以今天才会在工作坊这边跟大松一起合办，那也感谢各位伙伴的参加以及贡献，那在我们。当然，背景跟登在前次其实也都有介绍过。那其实也在跟大家稍微提到说，我们的目前我们已经有的基础跟我们运作的方式。那其实这一些背景资料，那包括说我们在 FB 的社团，其实也会有一些联络方式，以及我们也有做了 API 去提供，甚至提供大家使用。那并且在未来跟 Wiki 也会做进一步的合作。在每个照片的授权或者是档案的资料上，都有在上面都有 key 上去，不管是 CC 零、NC 或者是 ND 的部分。那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地理侦探活动，哦，我们就是要复活老照片的 GPS，让它在历史上有个定位抓得到。那我们今天的定位成果来说，当然我们的报名跟包括今天早上大家的参与大概是30个人以上。当然，直接从报名状况来说，应该原则上是接近45个人以上。非常感谢大家的参加。那实际上我们在房间里面也是大概差不多这个人数。那特别是感谢今天的定位王，图客之鬼，那在以及跟大家的协助之下，我们今天一天就定位了130张以上。啊，刚刚听好像有超过140了，然后并且也有其他的伙伴，其实有协助上传新的照片哦。那这些都是各个社群协助贡献的一个成果。那这些资料未来也可以都有更多的一个应用。那特别呢，去介绍像我们今天的 MVP 就是我们 OpenStreetMap 的 Dennis 大瑞麟特别赞助哦。当今天我们发现他。抓了很多神奇的 bug，然后呢，都发现说，哇，在地的人，然后又是 OpenStreetMap 资深图客，然后看了一眼，就瞬间订了好几十张，然后遥遥领先我们所有人的成绩。然后再加上那个柯导的照片里面，其实有很多是宠物的一些特写，然后有发现，在狗狗照片里面，瑞麟的命中率大概是100%，所以我们今天颁给他一个地图脑鬼，A.K.A. Google Master。的一个称号，感谢瑞麟今天给我们的协助。然后第二个部分，其实可以看到，像我们今天，其实我们有一张图，就是这一张，其实我们很难去找到它的位置。那包括说，我们虽然大概事件有，可是它的位置，我们其实很难去回推出来。但是我们的坑主今天，用他超强的毅力，然后挑战不可能的任务，然后后来真的找到了。然后大家如果想知道为什么找到的话，欢迎等一下留下联络方式，或可以来询问他。对，那或许未来你家乡可能有一些照片，或者是你很想要去玩看看的话，也可以来学习一些定位的一个技巧。那这个是今天，不过这个有稍微去勾选到最近7日我们系统上统计的一个排行榜。那大家在首页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大瑞麟，哦，非常的厉害。那未来呢，其实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跟我们一起去协助定位，不管是提供照片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一个应用，包括社群上都可以找到我。或者是我们的同事、我们的副总以及 Wikidata 跟各位合作伙伴，以上，谢谢。谢谢，好，谢谢，谢谢佑博。